大家好呀，今天教大家折枝了。这种枝了跟之前的折法不一样哦。用一张15×15厘米的纸，把两角对折，折出折痕之后打开。然后把这两对角也同样对折，这里只压出中心点。然后把这个角与中心点对折，折出折痕。再把这个角与刚折出的十字相交点对折，然后把对角也折向同一个十字相交点，再把它翻过来，然后把这一个角折向中心相交点，左边也是同样的折法。再翻回来，把右边的边与中心线对折，左边也是同样的折法。再把上面的三角向下折，左边的三角形向下折，然后把这个位置打开，把三角折到里面去。左边也是同样的折法。再把它像这样子对折，把这个三角折下来，塞进夹缝里。再把上面沿着折痕向上折，一只只了就折好了。再画上眼睛，是不是很可爱呀？